起走过比生活更长的路，从离开襁褓到回家的路，我见过时间开的花铺满这条路，只等一个方向迈出下一步。我将它上和过去相反的路，和过去一样是一条出发的路。我知道未来有变化曲折的弧度，以为的旅途其实人在归途。就让风吹动我去，用力拥抱你，贴近你，想二十年着你说。就让梦唤醒我去，试着寻找你，找自己，让未来更有勇气。干嘛呢？我劝你啊，老子雷师。喂，你干嘛呢？你想插队啊？我干嘛了？我插队了吗？你想插队呗。好想插队，把你手机相册拿出来，对着人一直拍是吧，后背？你拍什么了？我没有。哎，你是想插队，你倒打我一把是吧？太猥琐了，把手机相册拿出来，把照片给我删掉，把照片拿出来删了。谁拍我？谁让删掉？说了拍还就没事。谁？你让谁让？哎，回来！你干嘛？打出来，删掉！还有这样的吗？你看，没了。烦死了！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生煎我赔给你吧。我叫苏王丽，你呢？我叫狗丹丹。今天多少号啊？9月29。9月29，狗丹丹欠苏邦丽一同升迁。你是就真的不打算来了是吧？最近挺风平浪静。一切尽在掌握。小郑啊，哎，喂，小郑，刚才有人举报咱们小区底商餐饮的那个油烟排放问题，正好是饭点，咱去看一眼。哦，走。哦，对了，顺便咱们突击检查一下幸福里小区那麻将馆。好。哎，那个主任啊，我跟你们一起去吧。哎，行。哎，主任，上面好像有人。啊，我咋没听见呢？哎，我上去看看吧，主任。哎，
肯定要打麻将，进去。哎，你主任你不好吧？这有什么？哎，哎，哎，我们是街道上的，开下门呢。在干嘛？开下门嘛。哎，要是不开门，我找武馆拿钥匙了。开门。左腿。哎，怎么来了？来来来，吃点瓜子，喝什么？来，哎，欢迎主任，主任来了，欢迎欢迎。好好好，啊，哎，小七呀，来了哈，不错不错，我们还要回去上班，休息。哎，老年人这个锻炼身体还是要量力而行啊。哎，好好好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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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瓜子花生上火，少吃点儿。谢谢，慢走啊，慢走。好的，拜拜拜拜，慢走哈。总不能又回来吧？啊，哎，我们还是小声点嘛，小声点啊，不要老听了啊。再来，来，上手。来，主任，这次小吴这个事情处理的还是可以哈。嗯，哎，没有。门墩儿，没被一锅端噻？那当然没有了。大爷大妈都是严格执行我的时间表的，现在是百花齐放时间。算你精明。一会儿跟西西视频的时候，咱表现得轻松一点，别给他压力啊。好，知道。通了。哎呀，你今天有点好看哦！我都好久都没喝酒了，你忍一忍吧。哎，我为他付出太多了，我。你看把你冤的，不然呢？当妈哪有那么容易呢？我先替他谢谢你，行吧？怎么样你？我想你们呀，好想跟你们当面喝酒。嗯？哎呦，别难过，别上火啊！今天我们都陪你喝啊。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，来，我跟你说啊。现在不能垮，现在这个肺癌的治愈率挺高的，而且丁老师又有这种医疗保险，钱的事儿也不用操心，我们都在成都都能照应啊。丁老师多强悍啊，那癌细胞见着他都得跑，而且我们查出来的很早，好好治疗会好的，别上火啊。嗯，我跟你们说说话我就好多了，不然我现在我真的我没办法自己待着，我自己待着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。别自己待着啊，你就给我们打电话嘛，我没事儿，我随时都能接电话。我有时候忙，你给云打啊。对，你考虑怎么样啊？回不回来呀？丁老师跟我说，他让我愿赌服输呗，先别回去。但是我想趁何导演的新剧筹备之前回去一个人。太要强了，这老丁。你看我现在还在用丁老师的话当借口，太没用了。不是，你自己听从自己的内心啊，如果实在待不住想回来你就回来，要不然也留遗憾。反正做什么选择我们都支持你啊。嗯，哎呀，你就不回来其实大家都能理解，你说你考研在这多难呀，都住院了，再加上你说你这个专业吧，他也不像我们，你这回成都确实也找不着工作，你这哎呀，不就那意思，那丁老师也能理解嘛，你就不用害怕，有我们呢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就是妈妈把你生出来，你生下来养大是希望你可以过上好日子的，不是希望把你拴在身边的。哎呀啊，那没有妈妈是希望成为孩子的人生绊脚石啊。卡住了啊。他西西，这关键的一句没听见。刚才我说，我姐好不容易说这么一句话，妈妈就是不希望成为人生绊脚石啊，听见了吗？这句话这么升华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我发现你现在真出息啊，这些字儿跟我没大没小的。哎，你要不把孩子生成都呗，别回上海了。我们这不都在这儿吗？对吧？有道理。哎，你想想，你生到这儿，你虽然不着调。但他有三个非常靠谱的干妈。哎，我多靠谱，对不对？你要看我干姐，你给我也行，行你干都能照顾他，多幸福！你又成干妈了，你呀、啊？哦，对，不是我姨妈，对吧？忘了，天天叫呼的，忘了，我整不明白辈儿，就那意思。哎呀，你这瞎说的，来吧，来吧，来来来来，干妈、亲妈、小姨，来一起干一个。别喝多了啊，你就悠着点啊。嗯，我知道啦，放心吧。行了。哎，喝奶喝撑了，上个厕所啊。
哎呀，需不需要我？没事吧？房租里来我还是撑得住。呀，对。行了。好了，完了。喂，你好。请问是狗丹丹吗？对啊，我是，怎么了？您是哪儿？我们是派出所的，苏方丽是不是你先生？嗯，他是犯什么事儿了吗？嗯，我们马上离婚了，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。你身边有人吗？有啊。我们需要你来一趟。他昨天晚上酒驾出了车祸，现在人已经去世了，我们已经做了死亡鉴定，目前确认死者是由于酒后驾驶导致的车祸死亡。死者于17号凌晨2:30左右从路卡酒吧开着车出来，然后就上了高架，在转弯的时候撞在了石柱上，当场死亡。赔完了，那我走了。等一下，还没吃饱呢。大晚上吃这么多碳水。这回吃饱了吧？那我走了啊。等一下，我要说还没吃饱，你信吗？讹上我了还是看上我了？看上你了。看上我什么了？我能感受到你的内在比你的外表更多呢。我内在长什么样？我看到你的真实勇敢不做作，而且要强有趣不服输。有你这么夸女孩的？我没夸呀，我就是把我看到的说出来了。精准。嗯，既然这么精准的话，我就给你个机会。我数到三以内，你要是没有正确的反应，我就会收拾你。肯定的，女侠，不用数到三，数到一就没问题。叫丹姐。丹姐。嗯。丹姐，我们刚才是不是还有剩下的酒没喝完呢？不喝了，回家了。回去喝了吗？喝吗？喝了吗？啊！刚才你们俩喝了，我又没喝。我这么能喝，我都没喝，凭什么他能喝，我不能喝？姐，你别这样，没事儿。我没事儿，我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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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事儿。他撞成那样，我一下子就给他认出来了。你知道为啥一下子就给他认出来了？他左边太阳穴和右边脖子有一颗棕色的痣，然后鼻子特别高，睫毛很长。别这样，哎，听我说完，他这眼角是很尖的那种，笑起来特别像狐狸一样。然后呢，他这个耳朵是这样的，上面很大，下面很小，耳朵是这样。你知道大耳朵图图吗？他跟大耳朵图图特别特别像。那嘴唇呢是薄的。但这是鼓的，我就说，我说你这个下巴特别像屁股，然后他还跟我生气了。这夹趾垫也特别的饱满，夹趾垫你知道是什么？夹趾垫就是这儿，非常的嘟嘟。哎呀，30岁的人很少这么嘟嘟了，你看你还是那么嘟嘟。他的胡子一天不刮哈、啊，他就是一个壮汉，一个大汉，你知道，你就已经不记得他了。还有他那个头发也是，长得也非常快。放假的时候，我俩在家，他2个礼拜没剪头没剃胡子，就在我面前啪是一顿晃，我就感觉我跟一个野人天天生活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
乖儿子。先别告诉小姨。嗯。也别和我妈说。嗯。没事儿啊，缓两天。缓两天，我给他爸妈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们。警察打过了。哎，朋友给了我两张这乐队的票，明天你我不去了啊，我这两天都有点事儿，这两天先别找我。狗蛋蛋。我们都在这儿呢啊。这房子是他跟苏芳丽在成都租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也第一次来。这这么大的开销，这以后怎么弄？你别上火啊！喂，狗蛋蛋，我们家造了什么孽呀？啊，遇到你这么个狠心的女人，我儿子真是瞎了眼了。平时当牛做马的伺候你，现在连命都交代给你了。要不是你刺激他，他能喝那么多去开车吗？你这个杀人凶手，我要让你还债！来来来，快扶一下，晕过去了。哎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我是苏文先生和蒋丽华女士的代理律师，我姓顾。
几位？两位。他的我可不免单啊。啊，他不会来了。你怎么了？跟平时不太一样。我现在是个寡妇了，当然不一样了。可以喝点茶。先不用。要点餐吗？啊，不用，谢谢。是这样的，蒋女士呢悲伤过度，目前在医院里边休养。他们派您来要跟我聊什么？是关于遗产分割的事情，您直接跟我沟通，我向二老反馈。是这样的，他人已经去世了，肯定要给二老留一笔遗产。我多余的也不要，我只要我跟我孩子那一份。哎，您先看一下这个，这是二老委托我做的遗产公证。根据我们这边的核算，苏先生全部的遗产就是银行卡里的12万元存款，另外还有一辆二手车，但这个车呢在事故中已经报废了。我们还有一个公司。您说的是丹书传媒有限公司是吗？对，这是我们共同创办的。这个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还有法人是苏文先生和蒋丽华女士。您先生生前呢只是作为职业经理人在管理这家公司，并没有实际的持股。其次，他名下也没有任何的房产，在上海的居所也是在其父母的名下。这资料能发我一份吗？我让我的律师研究一下。当然可以，这些文件的电子版呢，我回头都会打包发到您的邮箱。请问您还有什么疑问吗？那我可以解约吧？这是我自己的账号。当然可以，但是根据您跟丹书传媒签订的这个合约条款，粉丝在100万以上的账号解约需要赔付50万的违约金。你也可以呢，把你的这个账号所有权转让给公司。有合同吗？我想看一眼。啊，在这儿。Gears。还好吗？我现在不只是个寡妇，还是个欠债50万的寡妇。行，那您考虑考虑，我等您电话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那先这样了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哎，再见。好，拜拜。怎么？我客户被拒保了。什么产品？拒保原因是什么？医疗险，核保的时候查出来他有个尿血记录。那他血尿常规检查有问题？指标没问题，但是他的病历里确实写着自述尿血，保险公司无法确认他的健康状况，所以拒保了。没事，我就是跟你说一声，我还有其他客户呢，我先去忙了啊。不是，你等一会儿。什么？你觉得一张保单对你来说就是个业绩是吗？他要是在你这儿碰了一鼻子灰，那他去别人那儿不是也保不了吗？不是什么意思？那他被拒保了，我还能干嘛？那你肯定得找到真正的原因啊！那他本来确实他那个指标没问题啊，你就研究研究看看，万一能争取到呢？还能争取？你把那资料给我，我看一眼。真的假的？假的，争取不了了。那还叫我过去？那这里好烦啊！丹丹姐，吃点东西再走吧。谢谢。
丹丹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个忘了，谢谢啊。丹姐，我送你吧，前面没路灯了。嗯。星星的妈，牧野他半夜起来找盐巴，细细的把蝙蝠侠上蹿下跳到处爬，吓得你回家告奶奶。告告告！三大炮，老爷吃酒，你吃好。你说，你说，你说不出来吧？你们婆魂斗罗，公交车上骑摩托；你们爷苍蝇拍，拍了你娃脑出血；你们哥烂砂锅，脑壳顶上有窝窝。要赖哦，大姐想要奶给宝。你们不赖，你们一多七少不还少啊？你再不给你耍个棋谱，赖皮。嗯。不耍就不耍，你又不要跟他们耍了，你骂又骂不过他们。没有你帮我的，你个哈儿被欺负了不晓得。哎呀，你个龟儿跑哪儿去了？作业写完没得？啊，走走走，混混混，天天就在外头混。这是你家啊？嗯，这么大，一个人住安全吗？我这不一个人住的也没什么危险吗？还要在这吃宵夜吗？给你拿的，你吃点。我不吃了，吃不进去了，拿走吧。吃点吧，吃点配菜也行，酸豆角的。那你跟我进来吧，我拿碗腾一下。啊。我平时很少做饭，所以啊，没事儿，你下回去茶馆的时候带给我就行。啊，行，赶紧吃吧，别凉了。谢谢。那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丹丹姐，加油。嗯。再见。啊，忙吗？哎，怎么了？是这样，一会儿旭龙和琴琴到店里吃饭，你下班之后你就……因为我要你过来看一下嘛，还有需要补充的。啊，行行行，哎，飞姐，客户约了晚上9点，你时间 OK 吗？啊，一个一个来，我先看一下排期啊。那个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你这样，你先忙吧，一会儿我再给你拨过来，啊。好，那我先挂了，你有事发信息，好吧？行。辛苦了，东哥。哎呀，可惜啥子了？忙完一群好吗？没事，也得也得。忘了啊，你尝一个吧。哎，没事，好看好看，挺好吃。我说呀，这刚恢复就吃烧烤能行吗？哎、要不要给秦军点点别的呀？没事儿，我天天吃病号饭，我都想吃烧烤了。没事儿，问过医生了，说少吃点可以。哦、嗯，行。倒着倒着，恢复的怎么样啊？除了这儿感觉有点堵得慌，其他都挺好的。这位置，嗯，医生说我们这手术做挺成功的。嗯。切的呢还算干净，过两天再复查，只要没什么事儿，就算治好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来来来，干一杯，干一杯！来，嗯，来。嗯，哎，对了，那保险给你们赔了吗？估计是没戏了。
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个事儿我真的不懂，也没帮到你们。别这么说，你们一直在帮忙，我帮什么呀？哎，那个张佩不是要来吗？啊，他太忙了，没时。哎，对了，让我给你们带了水果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赶紧收着，赶紧收。谢谢谢谢。来吧，吃吧吃吧，来。哎哎哎，不让他吃，吃点菜，让他吃点菜。芊芊啊，哎。哎，张佩，你怎么来了？回国啊！我刚下班，我也没去医院看看你。这给你水果，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吃，一直麻烦你。哎呀，没事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不就是你买的吗？来来来来来来，你们俩坐一起。来来来来，没吃饭的吧？快坐快坐。来来，哎呀，我应该去看看。这放一下。我这每天脚打后脑勺的。嗯，恢复的挺好的。挺好的，没事，甲状腺小毛病，没事。理赔的怎么样？理赔肯定没戏了，但是呢，我那个医疗险给我报了。正常，因为你这是个新保单，因为现在甲状腺确实也不算重疾了，所以很正常。不是，我这不是新保单，我都已经续保五年了。不是新保险是吧？我一直续保呀。你是续保吗？对啊。你确定吗？如果续保的话，重疾险是给赔的呀。我这个是一个旧保单，而且每年的1月1号我们都是要续保的。1月1号？对。你上次是不是跟我说3月1号来着？怎么3月1号？你不是3月1号吗？你有吗？你有什么3月1号保单吗？有，我有个电子版，我帮你看看。如果你是续保的话，那重疾险肯定是要赔的。这个，你看呀。你就别凑热闹了，喝酒吧，来。你这不是续保，你这是新保险，2021年3月1号起生效。你这个是个新保单。不对劲儿，我这不可能是个新保单。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我也参与了。公司说1月1号交，意图就是1月1号新年给员工一个新年礼物。你先回去问问单位是什么情况，如果那边有问题，你再找他呗，对吧？是这不对劲儿，这怎么能是？我跟你说，保险它很复杂，可能你先跟公司去确认，怎么能？你确认好了之后，你明天联系我，我帮你搞定这个事。3月1号，不急，今晚上不看了，今晚上不看了，老同学一块吃个饭，不看了，明天看好不好？不是你这刚出院，别上，没事没事，真没事。哎，我说朱旭龙，你是不是应该请你陪姐一杯啊？你好烦哦！那么你会来事儿？哎哎，东东，给拿个杯子。要得要得。哎，谢谢谢谢。你们火了好久了？哎呀，刚开始嘞。老同学，我们好久都没见了。来来来来，争气争气。来，这庆祝你出院啊！庆祝你刚。祝大家都健康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对，咱们都健健康康的，健康康的。来，美国。我好吃！哎呀，没事，来吃嘛，吃嘛，吃嘛！火，哎，就吃这个就行。不不不，不是，我吃这个。啊，那好好吃啊，那个肯定不是你烤的。嗯，冻锅子烧鱼。慢点啊！哎，慢点啊！你烧点火，我也走了。小姐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不会是要买保险吧？确实是需要个方案。哎呀，说出你的需求，竭尽为您服务。那我不管。你知道我现在有一个爱好吗？开文创盲盒。嗯，是推销吗？文创盲盒。你不是要卖给我吧？就是这个开盲盒的时候啊，就是让你先把那些土敲掉，然后呢，你会在那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一些边边角角，然后你再围绕着那些边边角角，你接着敲，最终你会敲出一个文物模型来。但不管最后敲出了什么，都是有一种既惊喜又幸福的感觉。小姐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这次回来，就好像敲掉了时间的土。我们，就是你让我有一种，又仿佛又感受到了青春的边边角角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再次遇到你，也是让我有一种既惊喜又幸福的感觉。你这段得背挺久吧？我喜欢你。
不是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？你好多谁哦？33，咱俩不同岁吗？你33就干点33干的事，不要干那16、17干的事。这解酒以后少喝，对脑子不好。早点回去。走了，告，拜拜。哎，董哥，哎，你给我杯水。晓得。不能喝就少喝点嘛。哎呀，别吧唧了，有啥子话就说嘛，好烦呀、啊！还没到火候，熟练了？算是吧。所以，你心里一直都有他。我换一种说法，假设，你一个人在一个黑屋子里头。里面有好多盏灯，是不是当你开灯的时候，第一盏灯最亮？你再换一种说法，我又不是老师。哦，你饿的时候，是不是吃第一口最香？哦吼，是不是因为它是你的第一盏灯，所以？你想一下，哪个给你加了个台台？你好舒服、哦。喂，易律师，我现在账号都登不上了，就这种情况的话，我没有任何办法了吗？从法律上来讲，你跟这个公司的关系确实只有这份经纪合约。我现在不想要我的公司了，我得要我的账号，那是我自己的东西。可以诉讼，但实话说赢面不大，毕竟合同上有你的签字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
喂 ，Rebecca， 在忙吗？啊，我想问你一下，最近有没有什么小活动啊、小广告推广之类的？就是我能参加的。说白了，我需要钱。亲爱的，不是我不帮你啊。最近老本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听说最近公司在跟你走解约，这账户都被冻结了。而且之前的单子说不追究违约责任，已经是万幸了。哦，明白明白。我想了一圈，我现在所有的关系都跟丹叔绑在一起了，实在没办法了。行，谢谢。我觉得你应该冷一阶段，我以后会帮你留意着。你最近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帮帮你啊，钱方面的。明白明白，好，嗯，忙吧，拜拜啊，嗯，谢谢。喂，你好，你是？哎，你好，请问是苏芳丽的家人吗？我是。再来一次的选择，可能更坏或更好，过去的一切抽取不得，奔波落寞成过往，只剩一句别来无恙，曾经的一切互不干涉。多少人就像我，反复悲伤笑过，不说破，只能都留在此刻，悲伤和快乐握手言和。多少次再犯过同样的一个过错，纠正过再试错，选择再一次来过，自由和枷锁关系选择。时间的长河握手。